马华的我们是靠服务，我们是靠我们跟选民要有一定的感情，所以选民支持我们，我们感恩他们，我们要为了他们服务，而希望通过服务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。相反的，行动党是把人民的支持说没有选择一定要行动党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内斗是比马华更加的恶化的，只是通过媒体的协助和包装没有出来的，没有出现。甚至行动党很乐意的用这个回教党的党徽来竞选，就证明呢行动党是支持回教党的一些政治的议程。没有呢，为什么他要用他的党徽？所以希望华人有这个敏感度，说一票给行动党就是一票给回教党，一票给回教党就是加强回教党来落实以回教治国和断治法。所以希望怡保的选民啊，能够好好的善用手上的神圣的一票，来支持马华国政的候选人，从州到国。